大家，今天呢，我要拍的主题我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我要去吃英国的鼎泰丰。为什么很期待呢？因为我在台湾完全没有吃过鼎泰丰，就是因为我如果想要吃小笼汤包的话，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很好吃的小笼汤包，然后而且加上鼎泰丰在台湾好像都要排队吧，所以我就觉得想起来好像在台湾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会去吃排鼎泰丰，但在英国真的要吃到好吃的小笼汤包真的太难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带大家去。那如果我自己去的话，我就不知道差别，所以呢，我带了 Poco， 他应该有吃过吧，我没有问过他。好啦，总之那我们就一起去开箱鼎泰丰。你有吃过鼎泰丰吗？有，在 Selfridge 地铁站出来有这个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的用意是什么。我们现在这一间，这一间是新开的哟，新开的，好多楼梯。一进门就看到这边，还有这个，这里有一些签名的蒸笼。哇喂，这个是那英吗？这里有复古灯哦，感觉好像要拍菜单，所以翻给大家看。小笼包、小绿豆沙，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些是台湾有，哪一些台湾没有，我要靠你了，靠他。我也没有很常青吧。你讲的这样子，你会被打。这个台湾有吗？这个腐皮，这个糯吗？融肉糯。松露小笼包，虾仁馄饨汤面。哇，这个菜有个贵，哇，真的很贵。台湾可以单点包子吗？这个好像是必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知道多大盘还有那个原装牛肉汤跟没有什么干拌排骨面。好的，这是酒单。酒单有什么呢？这茶是用杯算的。没有台啤耶。直接放旁边，直接便当可以叫。小笼包来哩，炒饭，超小份的。包括说好像台湾没有这么小。但他现在要上很奇怪，好吃，擦粉，好像真的蛮少的，我们会不会被打？这是客观评价，假夸麦，真的还讲台语，肉。员工餐吃什么？换了盘子吃甜点，这个是红，巧克力豆沙，然后是流沙包，饱满的馅。我们发生了小插曲，好像不是巧克力的，就是它弄错了，这个是纯红豆的。好，先吃这个。很烫啊！捏爆它根本没有撕开，好好吃哦！这个是新送来的巧克力的，它有一个这个记号的样子。看得到吗？它中间是苦的巧克力，还不错哎。介绍会拍厕所吗？我来拍一下。就
就只有吃我们刚刚的那样哦。请问多少钱？54.26。哇哦，我们有吃什么吗？这叫四道菜，这是四道菜。台湾吃起来会是多少钱呢、啊？大家，这个是鼎泰丰的纪念品店，可以来买醋跟酱油。或者是你想要买牙签刷也是可以，买这两颗也可以。价格涨价，大家。这是辣油，我真的觉得不错。棒棒，哎，还行。他是谁？我们吃完出来了，然后你的结论是什么？你的心得？心得就是蛮好吃的，但真的蛮贵的。对 ，Coco 说他刚刚在厕所里面听到人家在讨论他们为什么点那么贵，就他们好像有点怎么样，在检讨自己吗？就看到真的傻眼，就想说检讨自己为什么点那么多。对，他们在回想自己到底点了什么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吃鼎泰丰的一个过程。现在我们吃完出来，然后天气变潮差，所以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